看，是不是伺服器都有在卡，各位对不对？哎，转转转呢，车毁啦！哎，卡死了啦！工程师在调机率。2K。啊，这样我的钱会不会被吃掉？这个让我想到周杰伦的票，交易时发生错误。我前几天抢周杰伦也是这样哎、欸，不给我抽周杰伦，也不给我猎人卡包。啊，也不给我抽2K，我朋友周炳伦的票一口要吗？哎，好啊，可以啊。那位居榜首系列卡片 ，J 博士 Irving， 然后 Joel Embiid。那通常卢卡这个卡片在 2K 都不会烂到哪边去啊，都算神卡。然后还有 Triple J、阿玛、West、Brandon Miller 这个球员在全明星接球派对也有。还有 Murray， 这个 Edwards 不是那个 Edwards 啊，那底下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绿宝石就是来凑角色用的。今天一样是豪哥赞助啊，那他目前有140万，上次我们抽那么屌是10包对不对？今天也直接10包了是不是？虽然今天观众比较少，但没关系，10包3张红宝石而已。哦，5包，6包，不对哦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哦，都去打决胜时刻。笑死！哦，看第八包靠背哦，大家都去看棒球了。哎，对，第九包，这一包怎么只有一个紫水晶？那这紫水晶是怎样？教练红宝石借帮我丢，没问题。六马队啊 ，Edwards， 看如果卢卡的话也蛮强的，但是 J 博士应该是这一次最强的，我感觉啦。来啦 ，2K。来点好玩的吧，那张 Edwards 3分35而已。第四包，第六包，哎呀，看紫水晶啊，目前都没有钻石哎。82切入上篮，怎么又是 Edwards？ 哎，进两张 Edwards 是怎样？第八包，哦，紫卡只有一张哦，看蹲水沟哎。哦，所以原来紫水晶只有一张哦，但那也没办法，这个闪卡也要丢拍卖行。对啊，不能突破，不然找到突破了。邪教模式开起来 ，OK。对呢，我邪教模式还没开。来，干邪教阵如果真的有用的话，就屌了好不好？小前锋，哎 ，PF， 哦，还有 Melo 哎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来这边抽一包，哇，真的有在卡的呢。来了 ，2K。你看是不是伺服器都有在卡，各位对不对？哎，转转转呢，车毁啦！哎，卡死了啦！工程师在调机率。2K。这样我的钱会不会被吃掉？这个让我想到周杰伦的票，交易时发生错误。我前几天抢周杰伦也是这样哎，应该不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的直播是正常的。哎，不给我抽周杰伦，也不给我猎人卡包。啊，也不给我抽 2K， 我朋友周炳伦的票一口要吗？哎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在卡什么东西啊 ？GTA 是不是？啊，哎，大哥，哎，他帮我抽完了呢，没有吃掉，但他帮我抽完了。啊，这样我有没有中？啊？喂，中粉钻呢？有哎，靠背哦，什么啦？为什么中粉钻？太扯了吧！黑箱作业哦，太扯了吧！抽一抽，我从2019年10月拍 2K 到现在哦，我拍了几年？我拍了4年多 2K 哦。我第一次遇到我抽卡的时候当掉，然后跳出来直接中粉钻哎！感谢我哥抖那1690，好扯哦！再抽，好鬼哦！所以刚才那个根本就不是在抢啊，那个 2K 工程师直接送我卡片。好扯哦，真的好扯哦！啊，可惜今天看的观众没那么多啊，当机就有粉钻嘞。干，真的不是来开玩笑。对啊，中大奖了啊！当机的时候中大奖嘞，而且你看哦，现在都那么顺，就刚才那个，我再抽个2包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张紫水晶，工程师又帮到这，又是 Edwards， 3张 Edwards 了呢。有 Doctor J 是不用买 KD 了，应该是不用，你应该可以不用买 KD 了，记得去信箱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，这张卢卡就爽了。对啊，再来一张卢卡吧，不错。哦，哎呦，这个该不会又是那个吧？
偷抽的时候退出。哦，这样没办法，应该不太可能。又是 Edward 四张爱德华。对啊，再来荡一次，我再看，我再看，我再看。我现在关掉看看。邪教手法一堆。什么邪教手法？拜托、哦，这个叫专业的哦。啊，没有。好啦，那就大概这样了吧。刚好14万嘛，你现在54万。2KDB 那么久，原来是工程师在这边送卡。有哦，刚才真的是工程师送我卡片哦，有哦。傻笑啦，傻笑啦。大小啦，老哥，不要重复的，拜托，不要重复的，不要重复的，不要重复的。哎，重复的，重复的，卖卖卖卖卖啊！可惜啊，没关系啊，卖了卖了卖，都比没有好。怎么是 J 博士啊？我觉得今天最扯的是工程师直接送我一张卡片，最屌。好啦，欸，豪哥，这样 OK 了吧？至少这两次有让你抽中，没有愧对我的心啊。乘胜追击，这包没了就不抽了，好不好？最喜欢哪一队哦？目前没什么欸，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球队。唉，荡掉真的很屌欸。啊，欸，干上小啦！哎哎哎哎哎哎！看，今天工程师是靠没有，不是今天二 K 工程师是有在看我直播是不是？不用开投票了，直接抽了啦！哎，两张了呢，我等于是平均一包抽一张欸，还真的很夸张欸。干，不要欧文，不要 Irving。 干，靠北，傻小啦，傻小啦。 2K 是一款好玩游戏，太扯了吧。当机，然后送我 Dr. J， 第二张是 Irving， 第三张是 Luca。 哇，豪哥今天抖了6800啊，4800啊。哇，各位看一下，看一下这几率啊，95加评分小于 1%， 所以我刚才抽到三张小于 1% 呢。哇，好玩游戏啊，欸，好玩游戏，好玩游戏。哎呦， NBA 2K 谁敢嘴，谁在嘴他，我直接呛他。我送你们会员啦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在这边收看。哎呀，不要说主播不好啦，好不好？不要说主播不好啦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信用卡啦，我信用卡分尸了，你看，分尸，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刷啦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再送一次，我再送10个哦，再送十个，好不好？自掏腰包送给各位。今天抽卡抽得很开心。OK 吧，够挺了吧？靠呗，豪哥，靠腰，你也获得哦，豪哥你也获得哦，小烂，没关系啊，你不用送了啦，你不用送了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，感谢感谢。Zico 谢谢，我这边很多第三性的照片，晚点发给你，一些靠腰、哦，如不聚何以聚人心啊，我要够聚的、啊。